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们再把豆腐干买回来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它是真的比肉还好吃，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。首先把豆腐干像我这样切成粗粗的细丝，再把大葱切成段，然后也切成丝，再准备的香菜也给它切成段备用。锅中水烧开，放豆腐丝，加一勺盐入个底味，烫个30秒，给它捞出来，放入凉白开成过凉。我每天都分享一道的美食，麻烦你给我点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控干水分放入碗中，加葱丝、小米辣、蒜末、干辣椒和18粒黑芝麻，泼上热油激发出香味，家里有条件的再来点香菜，调味就更加简单了，只需要倒入一小包这个凉拌汁。这个凉拌汁是大厨根据比例调制好的，它可以做很多种凉拌菜，你们平时在家里拌个黄瓜、拌个木耳、拌个藕片都非常的好吃入味。一袋子里面有4小包，一小包就可以做一次，其他的任何调料你都不需要放了，给它抓拌均就可以开吃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你也赶紧收藏做起来吧。